திக்கார்.你听我说，两国交锋，全凭君王之心，夷国早有出兵大魏之意，这一次和亲便是双方互相试探对方底线的开始。此番我要做的事，就是让这场战争来得更早一些。倘若顺利的话，你和拓跋烈的婚事便会中途夭折；若是不顺利，我自会收到消息，到时候我便会抛下一切，带着你远走高飞。我能和你说的就只有这些，这样你能安心一些了吗？Thank you.